绿晚上好美啊！好多星星啊！等等，送你个礼物。什么呀？看看。这个你怎么带来了？怎么还留着呀？仔细看一下。仔细看，莫非老板娘？我可不要当老板娘，我是要当老板的人。说你这小家伙野心还挺高的啊！我是老板，你是我老婆，你是不是老板娘？你是老板，谁说你是老板的？有证据吗？拿出来看看。看一下。我要仔细看。唐明轩，莫非老公？哎，我说我结婚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孩子气的一面？没发现的事儿多了，你可以慢慢的开发我。嗯。我是你的宝藏老公啊！你刚才不是不懂什么是心路吗？就是这里，这里是导航去不了的地方，只有你知道怎么走。作为你的老婆呢？在准备亲你喽！不要！啊！过来亲我呀！不。干是不是啊？过来，过来，喵喵，哦，你再躺一会儿。我们还要去参观克斯工艺呢。这儿的感觉还真不错啊。嗯。你好。隔壁邻居大叔告诉我呀，这山里的野栀子结果，我们就可以去摘了。野栀子就栀子花的果子，嗯，还可以做染料。哟，知道的还挺多的嘛。你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吗？什么颜色？那你知道马王堆当时挖出来的沙衣是什么颜色吗？黄色呀。对，就是黄色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栀子果呀，还是古代时候上供给皇家服饰的染料呢，把它碾碎之后呢，再浸在水中就可以萃取出色素，然后就可以染布了。这么厉害啊！还不是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，倒是有点隐居的感觉。在篮子上绑这个东西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在畲族呀，有非常好的寓意，
传说只要把它送给心爱的人，就可以白头偕老。所以把我自己做的这条呢，送给你，希望我们可以白头偕老。欢迎你。喂，喂，明轩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最后一件衣服设计完了，怎么样？最后一件衣服设计完了，就意味着你是不是马上要回来了？我呢，打算明天就回去。我看今天天气不错，什么明天啊？要不然今天我过去接你。今天肯定来不及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呢，还是明天吧。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我去不了。那我就只能让杨工接你了，行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你有工作你就去忙吧。喂。啊？你终于回来了，明轩，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休息和调整之后，做出了一个慎重的决定。即日起，我正式向你提出辞职。愿你今后一切顺利。我想，我也会有我的方向。笑宇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啊？啊，牛奶和面包没有了，还没来得及去买。那个，我一会儿把芹菜子做好了给你爸送去，等一下给你下面条吃行吗？阿姨不在吗？啊，阿姨家里头有事儿请假了。那我自己来吧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来。那个，我做西红柿鸡蛋面很拿手的。你爸说过，你很爱吃。你稍微等一下，你去客厅坐一会儿好吗？我马上就好。谢谢。这段时间对我爸的照顾，辛苦了。是那天你留下